尊贵的享受，浪漫的私人空间，明智之选，成就卓越人生，打造城市综合体，时尚生活触手可及，生态空间，品味休闲，健康住宅，都市精品，爱家才是好男人。王府井 King Square 第二期五星酒店级公寓，电话905-888-6788。继续锁定11月27号的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消息。第五次中国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27号在北京召开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且讲话。他在会上强调，要预防和避免儿童各种意外伤害，特别要加强校园治安、消防安全和校车的交通安全工作。温家宝表示，中国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定校车安全条例，抓紧完善校车标准，做好校车设计、生产、改造、配备等工作，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，做好校车工作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，多方筹集，要明确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，严格责任追究制，对发生的恶性事故要依法严肃处理，要通过中央、地方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，使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，为孩子们建立起安全无忧的绿色通道。温家宝当天还指出，要全面贯彻落实2011到2020年妇女儿童发展两个纲要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家长和老师应给儿童自由成长的空间，让儿童自由地说、自由地想、自由地行，儿童才能更好地成长，人类社会才能拥有更美好、更文明的未来。中国一旅游团和一商务考察团26号在距朝鲜首都平壤60公里处遭遇交通事故，造成7名中国公民和3名朝方人员死亡，另有多名中国公民受伤。据了解，26日上午，中国一个27人旅游团和一个17人商务考察团分成2辆大巴，行驶至距首都平壤60公里处时，由于低温降雨导致路面结冰，事发路段多辆车失控发生事故。中国公民乘坐的2辆大巴先后发生事故，商务考察团大巴坠桥，旅游团大巴发生侧翻。目前，中国公民中还有3人受重伤，7人受轻伤，均在平壤友谊医院接受治疗和观察。其余中国公民经医院方面确认无碍后返回驻地。事故发生后，中国驻朝大使馆启动应急机制，派人在医院24小时值守，并同朝方密切联系，协助处理善后事宜。据悉，中国相关部门已与死伤者家属取得了联系，中国有关部门派出的工作组也已抵达平壤。朝方表示，一定会竭尽全力做好救治工作，妥善处理此事。中国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考试录用公共科目笔试27号进行。据介绍，这次考试全中国共有31个考区、869个考点，已报名确认参加考试的有96万人左右，录用率约为53:1。今年，中国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将从96万名考生中招录17941人，比去年增长了1736人，录用率约为53:1。与往年相比，今年所有报考人员都必须参加公共科目笔试，最低合格分数线将在2012年1月上旬公布。今年公务员考试延续了去年年龄放宽的特点，此外也更注重基层工作经验。由于政策导向明确，吸引了大批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报考。报考省级以上机关的考生中，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达21万人。地市以下岗位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报考率达到53.8%，这为充实基层人才队伍奠定了基础。总的来看，公务员报考人数持续高涨的势头今年有所回落，职位人数发布总体趋于合理，无人报考职位极少，这是广大报考者理性报考的结果。27号，笼罩在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雾气仍未消散。中国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大雾蓝色预警，辽宁、吉林、山东、新疆等地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，而部分地区的交通运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据了解，受27日大雾天气的影响，山西多条高速公路被漫天大雾所笼罩，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1000米。交通管理部门暂时实行道路封闭，河南省3地也发布了大雾预警信号，主要集中在豫西地区。据乌鲁木齐机场部门介绍，26号，乌鲁木齐市持续了13个小时的浓雾天气，只给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90分钟的起降机会，但90分钟之后，大雾再次侵袭机场。连日的大雾导致乌鲁木齐国际机场数百架航班延误、取消或者备降，上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。青岛市27号清晨降下大雾，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已有18架次航班延误，过千名旅客滞留。大雾还造成了78条货轮滞留青岛港。直到今天中午之后，各地的大雾才纷纷散去，受影响的交通陆续恢复。宁波象山县早前首次拍卖无人居住海岛，有发展商以2000万投得，计划新建高级度假区。中国国家海洋局强调会有指引，不允许破坏环境。宁波象山县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，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无人居住的岛屿，上个月初首次公开拍卖无人岛，底价1500万，有3家单位竞投，最后以2000万成交，拥有50年的使用权。发展商计划新建高级度假区。我们今后的开发一定会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，要符合大木湾低碳生态新城的这样一个规划。然后我们希望以游艇业为主的一个做成一个高端的度假休闲岛。此次拍卖的大洋屿岛距离象山县市区约7公里，乘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。岛的面积有0.258平方公里，相当于36个足球场，80%有植被覆盖。海岛周边是渔业捕鱼区，而且与另一个海滨旅游区大明目湾位置相当近，形成旅游配套。发展商将会在大洋屿岛投资5亿，建设旅游区和游艇基地。中国国家海洋局表示，开发海岛会有指引，不允许破坏环境。如果旅游区验收达不到标准，就不能够运作。在台湾方面，针对宋楚瑜参选可能造成的冲击，国民党开始公开呼吁泛蓝选民要放弃宋楚瑜，唯一支持马英九，而宋楚瑜则指责这些相关的言论是违法的。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27日公开表示，这次选举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或者反对九二共识的对决，呼吁支持者唯一投给马英九，不能投给其他人。国民党民代候选人苏俊斌更直接地说，投宋楚瑜就是投蔡英文。正式登记成为候选人的宋楚瑜立即回击，指责投宋就是投蔡的言论已经违反了选罢法，意图使人不当选是公诉罪，他已经要求律师了解相关法律问题。不过苏俊斌否认自己开了弃保的第一枪，他只是详实还原和泛蓝支持者的对话，并不是首创，如果宋楚瑜要提告，他尊重。外界一般相信，如果宋楚瑜坚持参选，将会瓜分马英九的选票。国民党最后呼吁支持者采取放弃宋楚瑜、唯一支持马英九的所谓弃保策略在所难免，但是能否奏效，舆论则有不同的解读。据报道，台湾2012年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已正式完成3党协商，首场电视辩论将于12月3号登场。正式登记参选的3组候选人已经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。经过半年的筹划与3个月的讨论协商，包括公示、中央社、中国时报、自由时报、联合报、苹果日报等6家媒体，与国民党、民进党、亲民党3方达成3场电视辩论共识。辩论时间分别为12月3日，第一场参选人辩论媒体提问；12月10日，副参选人辩论媒体提问；12月17日，第二场参选人辩论公民团体提问。每一场次辩论长度为2小时30分钟。据台媒报道，3党候选人已经在积极准备。马英九幕僚直言，这次辩论马英九可能面临以一挡二的情势，加上民进党2012候选人蔡英文近来政治语言突飞猛进，情况和2008年相当不同。马英九的战略就是要把自己的论点城堡构筑完善，不会跟着对手转。辩论时对亲民党2012候选人宋楚瑜的攻击，马英九尊宋路线不会改变，但辩论时该反驳就会反驳。而民进党2012参选人蔡英文已筹组辩论准备小组，将主打民生议题，并重申建构稳定的两岸关系，
至于媒体可能提问的两岸、经贸、环保等议题，幕僚也准备约50道题库，让蔡英文边练习边修正火候。民进党评估，宋楚瑜将扮演左右开弓的重炮手，局营将重点放在探讨施政缺失方面，将会抛开蓝绿，以民生议题为主轴，以凸显参选人的差异性。2012年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有几点不同于往年的筹办重点，这是6家媒体首次邀请三阵营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政策辩论，也是首次连续3周举办电视辩论，让三阵营正副总统候选人政策主张清楚呈现。YTV 张惠子报道。中广台新闻之后呢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进入广告时段。广告之后，我们精彩继续。迷人的风景，悠久的历史，全英文的讲解，让本土生长的华人更容易了解到中国的秀美山川和风土人情。旅游指南，逢星期一、三、五早上10点半，带你一起去度假。红利地产经纪张龙为您推荐68号 Branchway Avenue， 叫价31万，三年新，世家宝中心豪华两房公寓，两卫一厅一车位，交通方便，进世家宝最大实体商场。临近轻铁，售价仅31万元，有意请电红利地产张龙 ，C6315-3958。今天是2011年11月27号，农历11月初3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。阿尔卑斯山瑞士境内的上空，近日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喷气飞人表演。瑞士人伊夫罗西通过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喷气式飞翼，和另外2架飞机在1500米的高空一同飞翔了长达10分钟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当天在经过充足的准备之后，罗西首先乘坐直升机飞到阿尔卑斯山的上空，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后，罗西先经过一段自由落体，然后启动喷气式飞翼的引擎，开始在空中飞翔。随后他通过无线电联系与2架 L39C 飞机在预定地点会合。由于2架喷气式飞机喷出的强烈气流和热浪，在会合过程中，罗西不能从后面追上飞机，只能通过大幅度转弯从旁边加入队伍。为了保持同步，2架飞机将飞行速度降低到每小时220公里。在稳定了飞行速度之后，他们一同在1500米的高空结伴飞行了大约10分钟。最后，罗西通过降落伞安全着陆。现年52岁的罗西是一位超级极限飞行爱好者，他所使用的喷气式飞翼重量约为55公斤，装有4个引擎，时速至少可达200公里。此前他还曾经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和美国的大峡谷。 YTV 李超报道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多伦多的天气情况。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是11摄氏度左右，有降雨，同时伴有17公里每小时的南风。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为5摄氏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的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如果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，请您随时发送 email 到 news@wawa.tv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晚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